会因为这样非常有机会当选啊，那真的是很伤了、啊。要医疗费我出了啊，搞不清楚状况啊。善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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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打起来打自己，打起来不告李破，要业力爆了，酋长就爆雷嘛。哦，你再改口了就是必有猫腻了，那以后事情多了、欸。那个开幕当然一定是林智坚跟总统报告说已经没问题了啦，不然为什么职棒要在新竹就全部被拉过去了？事实上现在停赛，立刻就找到其他场地了，表示其他场地也堪用啊。是啊，为什么要在新竹？对不对？所以一定是他决定的啦。而且现在就变成是站在现场的人都倒霉了，就这样了。那天剪彩的现场还有沈慧宏嘛？那沈慧宏现在的民调已经跌到第三了嘛？所以高宏安确诊还可以打 B 案，真厉害！那来我们比较喝。然后我偷偷爆料说，高宏安委员说：“哎，怎么这时候确诊？”然后就是我还很忙。他说他在每天在家很忙，确诊很忙、欸。他私下跟我抱怨说：“我每天在家很忙。”这个高宏安会因为这样非常有机会当选的、啊、哦，因为他现在的对手已经不是沈慧宏了，可能是林根仁这样。那现场还有蔡其昌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我也要说明一下啊。我当过羽球协会的理事长，哎，对，我也办过五星级的台北公开赛。我们作为会长，虽然我不是验收单位，可是我一定会去做场地的现场探勘。你这个就是负责任吧？你作为职棒的理事长，那你明天就要举行比赛，你有去现场看过吗？少说巡一下嘛。或者你的秘书长有去现场看过吗？你现场如果有看过，比如说你跟魏全龙的教练走一轮，你会没有看到问题吗？我的就还参加剪彩，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了，不然你怎么会看不到？因为那个外眼那么明显。那他理论上他应该要去看一下，亮哥也讲了，我都会去看啦、啊。实质上，我们羽球没有那么危险，我都去看的。我们是怕说有光线不公平啊，有风啊，会影响比赛的抗议啊，我都去看了。他这个是牵涉到人身的安全呢、欸而且事实上有一个地方因为没有出事，大家就没有去注意。那个地方如果真的出问题，真的会受重伤。它有两个地方直接用那个人工草皮盖起来。啊，两个地方直接用人工草皮盖起来，在外野。外野。那个下面是几乎是水泥。哇，那如果说啊，就是冲过去呢？是啊，啊，事实上有球员就去跟他讲说，你这样怎么可以比赛？对，哎，万一骨折嘞，这是就是没有人去冲那里，因为球员都知道。啊，可是他还是要比赛啊。问题在这里，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我当过羽球协会，我也当过体委会主委了，副主委了啊。我跟你讲，林哲轩真的是很伤了。他不是只有说这一季不能参加比赛，你要知道这是职业球员。对，职业球员的合约是每年溢价的。对，他今年没有分数哎、欸。嗯，那你明年怎么溢价？嗯，他现在的月薪是一个月53万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是明星级球员，他从美国特别邀请回来的。他月薪是53万，你明年怎么议价？你没有成绩啊？对啊，人家还会说啊，你这个伤位不知道你好了没有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每一个顶级的球员，他的黄金岁月就那几年了、啊。没错，啊，今年可能就是他最顶峰的时候。33岁了吧？我记得对吧？对啊，他今年可能就是最顶峰的时候。啊，球迷要看你表现，啊，结果你却因为这样不能下场。嗯，这个太伤了啦！我跟你讲，那个林智坚说：“哎呀，医疗费我出了。”搞不清楚状况啊。他哪里缺这个医疗费？他缺的是我要表现给球迷看，我的一生的生涯怎么办？嗯，他关心的是这个嘛？他连重点都搞错哎、欸。那亮哥，我问一下，蔡总统是现在有那个压力创伤症候群，所以他取消了礼拜六的中职明星赛嘛？就是去了一次球场被人家这样子啊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对所有的球场都害怕，害怕进去出来又有事情，没有信心。不是，这应该不新竹球场已经没有在用，那为什么礼拜六他现在已经500多天，他也不接受联访，也不会有记者去堵他，问他尴尬的事情，他为什么不去明星赛？不是啦，因为他如果去，一定会被堵麦了，一定会有人围来了。围安多一点就好，走。那就是不好看嘛，不好看嘛，而且就是连接到棒球剪彩这个新闻点上嘛，然后他要避开嘛，就是这样啊。八栋幺旅的旅长哈、哦，然后这个就是政治人物有时候趁着风向你要上去，可能要来准备来做攻击的时候，但是有时候小编啊，应该是小编应该出了一个小状况，不懂就不要乱写。是啊，现在被人家叫说张善蹭，或是。善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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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之类的，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有点尴尬。听说国民党为了这个事情，
加了一个小编进去。真的假的？我就是觉得太离谱了。亮哥，你真的连国民党你内部都很通呢，就是。不啦，我们会关心桃园选举。对啊，加有啊，我也有听说他们最近那个团队。不啦，我就在电视上讲了一个笑话嘛。我说上次是林志坚把论文。论文门出来，结果他看到论文那个枪掉在地上，他走过去说：“阿弥陀佛。”对对，啊，这一次是棒球场的枪又掉在地上，结果拿起来打自己的。因为上次被说慢了嘛，那这次拿了快一点，连枪口对哪里都不知道，实在是够离谱了。没有，人家觉得可能觉得自己民调还有一些。不，结果他换了小编之后，今天开始发言变得犀利，比较犀利哦。开始懂得用枪了哦。刚刚有一个新闻出来了嘛，张善政痛批论文案，说余正煌凸显陈明通仗势谎言。开始像个候换一个小编了，开始像个候选人了这样。但是躲在小编后面，这个当然战争，但是他自己出来，他自己出来骂，这个他自己出来骂，这个就感觉不一样了。好了，这个大家都活起来，林志坚让活络了整个，哇，说从南到北的选举，难怪高嘉瑜会说一失五命，真是有联动。因为第一时间新竹市政府是要丢给卫权球团嘛，就是那个经营的团队了，对对，龙来公司、啊，对了，然后。那第二个就是职棒联盟也被人家指责嘛，说你会长你在干什么、啊？对，是有这个风向。哦，那他当然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。事实上，市政府后来就被迫承认他没有验收嘛。嗯嗯。啊，问题是没有验收这件事情，后来也有讲说啊，这是符合规定啊，这是包括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李彦慧啊，符合个头啦，李彦慧就是法律只读一半嘛。对，这个讲到法律后面还有一句啦，后面一句就是事实上。部分工程可以先行使用，可是也必须做部分验收了。哦，先用的地方也是要部分验收了。嗯，这法律不在那躺，我哪会懂？对，这个母法应该是说非属重要，比如说这个球场这么多，它的什么通道？我本来想举例厕所，就是厕所也出事了，非主要部分嘛。哎呀，非主要部分嘛，是啊。这不会是你球场球员竞争的地方，然后球员竞赛的地方，难不成不可能啊？外野那种容易受伤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是球员是最不主要的？你如果说观众席有面壁的那种，那算次要了。嗯，哦，那就是不要卖那个票就好了嘛。对啊，可是外野就是必然使用的地方嘛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林志坚那时候，我记得一开始出来，这个国民党看的也很高兴，觉得哎呀，一直犯错太好了。大家会想说，哎、欸，以前包装，以前想的那个林志坚，跟现在这个林志坚，那以前那个包装真的、真的要夸奖以前的团队包装的很成功、欸。哎、我那天还跟朋友开一个玩笑说，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林志坚的学历或者他求学过程的时候、我一直以为他是什么国外什么类似像矽谷留学硅谷、哇，穿的那个很合身的西装，梳一个油头这样子，哇，感觉英文也很好。那个钳子啊。前子跟我说，他曾经在公园访问过林志坚、哦。公园间访问了二十分钟、哦，就是新竹的公园、哦。然后微风徐徐吹来，林志坚的头发、啊、连一根都没有飘动。你就知道那个油有多厚、啊。二十分钟，我说他的头发二十分钟都没有飘动，那岂不是跟我一样吗、啊？我们是无法比这个，他是头发那么多，竟然是坚硬不动。亮哥，你这再往后二三十年也都不会动。不是，我说哇，这个你就知道他很重视体面。他出门前一定要化妆完整才出门。对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连那个确诊要上班的时候，还要那个摄影师拍一个低角度这样子。所以我就跟你讲，这个叫业力引爆。因为他七年 cover 的太好。那人家都觉得，哎，这个是年轻市长啊，分数很高啊，是啊，然后球场就爆雷嘛，那爆雷，人家就开始看他所有的东西了，对啊，而且，所以未来恐怕，我觉得第一个倒霉的就是沈慧宏啊，对，沈慧宏最近完全，因为你就是盖瓜承受，因为你在选新竹市长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一阵子看起来从事件上来，大家追着林志坚跑，包括沈慧宏，他讲什么也不是，他几乎没有声量，没有办法讲话，几乎躲起来了，而且还会继续爆雷。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网红以此为乐，就去拍新竹市的事情，然后贴上去这样。对，我听说那个什么什么，现在连他引以为傲的公园成绩95%，对，95%被翻出来，对，被翻出来，而且是自由时报登的，对，怎么都是自由时报？不是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查验。
各个公园全台湾啊的那个改善的状况嘛，结果新竹市是95%不合格。哇，但引以为傲成绩就居然是95%不合格，而且他的诉求就是儿童城市。对，对对，这是他包装的形象，跟他的形象也蛮像的。4亿多，他只留下1000万的最后的尾款，等于说至少他已经早就4亿多出去。人家讲说这个要查哦，这个人家会去查这4亿多是不是真的验收。嗯，哦，那时候还讲说是验收，人家会去查哦。所以你说业力引爆，不是啦，因为他本来说他没有付嘛，因为人家以为你都没有验收嘛，而且我后来去查账才发现12亿已经付出4亿多嘛，那他只好又改口说我已经部分验收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一再改口的就是必有猫腻啦。这跟论文很像啊，说一个谎言圆一个谎言，他到底要就是这样，要讲几个谎言？我那以后事情多嘞，还有比如说出国去看，那明明就是去看。这个就是轻轨啦，还有东京棒球场啦，那结果你有找轻轨的相关的专业人员去吗？没有，就变旅行了呢。没嘛，没嘛，这个都爆雷了，一直爆出来了。对，科普一下哦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，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1000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